在星期六这堂课，我们会就是在佛法概要跟去介绍色类学。他在佛法概要想说，我们做完的话，主要会说什么？是说在介绍道次第跟修心的这个法类，按照来做这个介绍。他想说我们在以前上的是上到七支供养之后，前面六支介绍之后，和我们今天是准备介绍。就是回向支和回向支之后介绍完的话，我们有可能就会开始介绍说，道次第摄诵啊，或者看我们介绍菩提道次第广论，从头再开始介绍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就是做这个。和目前的话，我们在这个的话，它到口传的地方的话，我们从头和我们已经介绍到或者口传到了，是说我们最前面的说一的胜利跟不一的过患嘛，这样子。还有我们在这个地方来讲说，后面是说，应该是在这边来讲的话，说在正修时可以分为二，就是说正修跟断除其邪执嘛，那个这个地方。和第一个就是说前面又可以分为二，说就是做的本质为何，和讲说六加行嘛。我们现在上次是传到这边，还想说。我们今天传到说，后面这个地方讲说，他开始分说，应该是说我们可以，应该今天可以讲到说，就是说下座时应如何修吧，这样子，应该下座时应如何修，讲到这边，和之后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回向是什么，和回向之介绍之后，我们再介绍一些。大家有一些的问题，跟以前的，就是说对忏悔跟供养这边的一些问题，和我们再做一些回答那样子。好，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是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是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是等善，为利众生愿成佛。用智多智的达摩拉尼，用中阿当达拉罗多嘎波达摩拉尼，听用我拉吉达加瓦达，当波智全尼智的舍林贝，南塔因贝，内康勒巴尔吉多杰拉，古松图吉丹勒巴尔中，乔巴尤阿梅巴，塞拉吉巴泽巴香的内年萨勒尼摩吉智巴勒森，中耶格苏偏村恰贵拉的勒先贝，对巴拉对巴拉索贝，智巴那勒森中耶塞赤昂丘拉索贝，但多吉摩中多奎内加瓦松贝内梅德瓦拉。绿中波桑的吉摩中阿姆中吉摩中切多阿荣耶觉拉姆吉，去年就是周瓦达僧伽巴居拉，这个不是叫顿伽南卡拉伽强波，伽强觉巴达什么都与具备喇嘛那达咸阳桑伽当净就成波，我正婆婆你推当让桑伽，让桑伽该对当觉巴多梅巴须巴桑的措萨比心塞达顿内拉姆，居拉伽为吞伽措萨巴达吉坚觉巴中耶尼吉吉耶梅那。年龄给救命的救亡咱拉白家，狼心的给高月杀将给奶奶对白养老准备给将国说得了恰次为养老老公送准备恰你，今年说到这边是直接的，今天给看出确实我当对日日三个满意给求救看那修吧当俺军事吧当猛轰吧当军吧给我当等那军也给我团结了命的。先给杨啦，有大部明白上吧，他把那国孙给别恰车哇，我这样上给起了恰车那样，虽然把都没把了，上给队长那边的恰车那大姐妹些路边一些爹这把些说，国孙岁岁恰了绿给恰你上不举把些说自己急的，叫我叫他绿给对把团结，一个一度我说把大明啦，让给绿些，那么给都恰了当场两把追了恰叫我这样有那给上不举把老了都特别多给的。这过年，俺得我绿姐给恰几把啊，孙楠姐那绿队长给恰几把呢？孙楠现在请我写路边一些的，说，
이게 자니 두지 되나 셔베 지지 지데 주 차라 지 되나 두 탄제기 자나 냐베 상게 코 장생기 그 유나 슈바데 다기 윤데 지즈 쩨메 바게 바오 나게 자니 데다 나바 셔베 지지 지데 유나 예 윤데 기 나바 셔메 셔바나 르르 라고 파도 메 바당 고 르르 라 지야 파도 메 바주 바 숨바다 제네 니베 양기 주바오 디르 양니 되바 이야라 데이야라 니 규데 제오 갸조 니 몽베스고 제베 연라라 나나 예베 주바디 메도 담바시 베츠제니에데 메도 담바니엘 하나미 유엘라 주베 메도 메도 중앙스마 나음소 청와니 메도 나도 베데 규바데 데 니가 양고단 주마 탐제도 스네니 로마 규젠다 베바단 동안단 조나소 주바니 뻬심보데고 두초니 두두 두남기 조 모모니 베마라소 바지심스 예세와다 렌체 노베조 두바니 두베 자와다 나 지보 나사다바니 교회 탄제기 조거 지조니 베주 인자도 소 세대 동손도 지행에 당해 지구베 주라 수보 지마부마니 베신 베치마 도시 두두로 동부 제바 긴고 지베 전체 페웨 바 게당한 지자 다냐보 그바니 고마군 게 타조아데 베 자와다 제바다 나 수발라 자오 제발라 남메바니 초바 카나 시베 스제지 데 라나 여바디 지데 베초바 인 베디니 장주 섬발라 소베 투제나기 상고 주보 지강 지강 지 감바 타마니니 고마데니 마상완 탄자라 자데 차단 주바나게 루노다 유드모 디바샤베 예나니 데자 시베 스제지 데 요두순라 데네시 르라 소바 숨기 이란신게 다기 기바데 대응수랑기 저와달라 슈바단 신지도 주바단 시게 지발라 이런 대다 산제지 주바니 지치바 시바데 다기 님비드네 가말라 구여진 지말라다 메성기딘 타바네 샤네 나제바 페페 나제 페와 지진 지마난 저지보 지스 이런 예나니 저주 여와 지베 지지지데 강상아보데 예외편 전에 우보도 니바다 가와공보 추고고의 고유의 연하니아 가나 추주 시베지제지에 대 추주 신도 장주도 남바상에 대 마차신도 와메베 캠바드니에 린도 말로바난 라루야 데니에도 주인의 최동바 고마 다바오 로베 이제대 장주 남바상에 시에드네 시바제도 소아 대비 연하니 양은 다된 시베 지제제대 주주신도 양은 레대비 주주도마나라 조아나라 푸수 펜바다 내가 수대와 기베 제도 신가게 두 차라기 장난양백 어 겨바 양은 메다와 주바 뒤에 바도 메바제대 소아 다보 옹호의 연하니 아차아즈와 당 시베 지제대 강인 공기의 영랑 주기의 계여 천내야 기자 탐지의 승진 탄지 당 투문도 지대 조배 전주기 규 등바 잡히동 무변 나야 민자보 다치 대다기 등 고아제라 이신도 미영왕 대부 지기 등바 신도 제나 순나기야 풍보 바도 메바 진도 대다나 차당 초바당 고아당 소아다바당 이랑왕당 안에 중계 초사바 인라 샤바니의 기견 지바종 지바 Dribwa zhongwa na irangi choji rangi giwa jiwa la gawa gombani rangi giwa pewa yang giwa o nguwa ni sabwa dang jamba dang pewe giwa na nyungu che mongwa pewa da nega su dribu chunde sabwa giwa na gyan naya mi sabwa jiba de duna sabwa dang jamba dang pe shi mi sabwa jiba sondo do dine mi ba sewa che ne mi dripu de shenya la ma giwa ne da ni su sema zime pawa gi chingir lo gi lo na lona tada nyudu kaba da sinen la gyubane da mebe de konani do ba ge chingji ma lo be lo na tamje de la do ge ba da chida na ge pa che tamje ni wa shi shi jingge la do su she le ma do dun ba ba so wa da ba ja o ngu shi la ji da ge wa la ni ji gyo zu da ka di gyo zu lo da mo ni gong xie zha ba sen ge we me ba la yang da yang de de be mi na ge wa de ni ya to ma me ba ne ra ge sen ge wa do gyu ji sen ra ge wa Mwando mien gyo la sen gyan nyumon pala so be gujwa na la jizo chobe nyi gyun tangji Gyeba jibe sen di ragi wando gyuwa jie ne gyue mi ba la jida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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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 du rungwa jibe che yin no diyan kaan sin sin ne mi ba gyan na Rang jida du ba taki gyue mi ba jang di zang dang kuri ti shin tang niam ne tang yang zho mi ne be jida du ba shin do gyue mi ba la gu du rungwa jie chenpo gyue shin damo ne
lāṅdu sōngwē cē shībū kī chū kūñjīn tū chō tēne tōma kāng kia wā chā wē mī bā nā kī chāndā kō rī ngē chā tēne jī tā rī ngē bā jī bā tē lē xiān tū mē tā wā chā wō nyāng bē pēng bā chā bō kā jī tā lā jī tā rī ngē bā jī lā tē lē lā chē mē bā chēn xie xīn tā tēng bā kia wā chā wō kāp tī kiong sē nī tā wā tēng bē pēng yuán sāng kē nyū tū tō bā sō nē mā tē mē nī mī tā tē tā chī mā tū ngē kē bā sō sām Tene lamin kyun tobyo lo ye ma sho wa jia nyambe tongse mandu tang la tsurin tang tinge zin tang shira tang tiba su. Yende rangi kaan toba nam samde sem tangwe namba jengi tiba ma gege pa do gomu. Tene rang la pen taba tang toba kiwe kadrin nam ngar. Tote ne rangwa da sande nien taba ne giwa ma gege pa do gomu judo jidar jawa ni. Sabe giwa na sabo juba da mulan dunju pa la sube go ne. Nega dang taduki mune nangsu dhumma trafit unwa jao de dhubu de thoran da ngaro dang chidru ta suye de tun shila gomba jaa de deyang damo yurin na jangge gi uandu dro la xin de la gomna lo che ga we tun chung la dang ma wa jaa gong dhubi cho la jikin yin je na jime shima re kyang ju nin du xin du na me tong e ce gyu lu lu ong sumba da ro jun se ten du sung wa na tun si Tei tangjia la yang zhuo ha jiang dang zha ba dang ha jiang lebe gyun dang zhuo jia la jiang de ni ge niun qi ha jia du ba dang ji mu suo xi wa yu ro tun zhe la ji da jia wa ni jie cha dang guo dang kan de suo du ma xi yue jiang de ge zu pa bei zuo ni tun ye wo la bei ne tun dao wei chang su gan yu mi na la zhen xi ma dian ba ya yan du dang na ge xin du chun wei tun zhe su an de du bei chuan na dao wa dang yang yang zhen ba jia yu ne ge wei tun yan cuo guo du ma Nei suo jen ge ge zhiba zhongwaan Go du ma ne jia Tam jie gi xin khaan khaya lang yue Song dom la khaan xibi go ne be de Mi na la lo zhongwaan dang Dong zhen dang cuo su Cuo su sum la sum jie du ming dang ne chibang yue do 好今天我们刚好传完的是大概讲到说是也是七只供养介绍完之后讲到说它的正坐跟下坐应如何做嘛还讲到这边来讲那我们前几个礼拜来讲的话，是先在介绍的七支供养，所谓的礼敬、供养、忏悔、随喜、劝进转法轮、请佛住持嘛。那我们讲到这边之后，那我们这边今天是最后是准备要再介绍七支供养里面最后的就是所谓的回向支嘛。那这边来讲的所谓的回向支的话呢，那我们一般讲说所谓的回向。回向是什么的话，哦，那如果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的话，一般最容易或者最代表性的话，像这边广论它所依的也是，它就是依着，普贤行愿品嘛。它每一个在七字的供养的时候，它是把，普贤行愿品里面的最前面的七字供养提出来。它如果我们去看普贤行愿品的话，它前面也是跟我们一般的所造的经书有，印度的经典有一点非常类似，什么？它是有一个总摄的，就是用一个偈颂、一个偈颂、一个偈颂来介绍七支供养。它一个偈颂、一个偈颂、一个偈颂介绍完之后，它后面也就是广为去宣说。第一个是以总摄其宣说，还有后面是广为宣说，后面就是在广为宣说前面的这个七支供养。所以这是在以普贤行愿品来讲，和在一般介绍普贤七支供养的时候。不管是菩提套次第广论，或者说是任何的教授来讲，一般都是依着普贤行愿品去做，所以他每一个我们如果有机会去看到的话，广论的在介绍七支供养的时候，他每一个就说哦，他提的大概四个字，就是在也依着普贤行愿品去做。那我们今天在介绍这边的最后的所谓的回向支是什么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讲的所谓的回向也是一种发愿，我们在别的经书里面，或者别的祖师大德有说的话，所谓的回向跟祈愿来讲的话，它是一种所谓三句型的，或者它是如果是回向的话，它一定是一种祈愿；如果是一种祈愿的话呢，它不一定是回向。为什么呢？它回向的话，它是什么呢？它必须要有一个某一种东西，或它已经要累积的某一种的功德也好。或者累积的某一种的恶业来讲也好，或他要有一种的，我们说他要有一种，他先要自己有一些的本金，或他需要有一个准备，他才可以去做的。他不是，如果我们是祈求的，或者所谓的
发愿来讲的话呢，它不一定要有一个，或者我们来用现代话来讲，它不一定要有一笔资金嘛。他可以说：“哦，我希望啊，我期望我可以有一天到这样子做，我可以期望到这样子。”或我说，或者像我要做恶业的话，我期望我是这个，我要去做，我要去杀生啊，或者我希望我可以去偷盗，或者有这种计划等等，他都可以做。这也是算一种是祈求嘛，我祈求我可以，或者发愿可以再做。可是回向的话，它差别是什么的话，它必须要已经有累积到了，或者它需要。有一笔的说，哦，我是把这样的功德或这样的恶业，或者我所造的这个一些东西呢，去投资，或者我们把它推向到这边。所以为什么他会后面来讲的时候，在广论这边或在普贤行愿品来最后，他说，那为什么到最后的前面六支之后要有一个回向支呢？因为他是把以上所这个六支所造作的这个善业，作为一种好像一种代表性，或者说它作为一种代表之后呢，希望把这个所有一切的功德，以一种强烈的希求的心去，回向到，如果最好的话，它是所谓的无上菩提；如果没有的话，还有很多的这个，那是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个是把用依着小小的功德可以。得到大大的果报吗？那这是为什么？就是说，好像我们投资嘛，哦，我们依着小小的投资赚到大大的这个，他把我们所累积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或不管是多小多大的这种的善业，如果可以回向到所有的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在得到无上菩提的话呢，他可以依这个我们所累积的有限的功德或者累有限的善业呢，得到。更大的一个回报，或更大的一个果报回来，或者到无上的回报，因为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回向的话，到无上菩提的话，一方面这个善业是不会因为，或者如果最好的话是可以依着空正见或空性的智慧的摄持的话，这功德是不会被别的恶业去消灭、磨灭，和他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他不会是因为。果报产生就变没有了。像我们一般的善业是，哦，我这个果报产生之后，它的能力就消失了，因为它是回向到这个无上菩提的缘故，它这个善业的话是乃至还没有得到无上菩提，或纵使是得到佛陀果位之后呢，它还是都不断的在增长的。好，所以它在我们可以说回向呢，它就是一种的发愿。或它是一种的祈请、祈求，可是它是什么呢？它是有累积到了，或者有累积到一些的善业也好，或累积到某一些的资金之后呢，他所做的一种回向，或他所做的想转变的一种的需求，或者我们所做的这个需求，这是所谓的一个叫回向。但在以这个来讲的话呢，他们后面。不是我们就讲了吗？他们在如果大家有看过《菩提道次第广论》，他不是说以前面来讲说以礼敬、供养、劝举转法轮、请佛住持跟随喜的一方，这个五方来讲的话呢，他这个是在累积资粮的，具备顺缘累积资粮这个地方，以忏悔的是什么呢？是去消除障碍这一方。而在另外一个方的所谓的随喜来的另外一方是什么呢？是说把自己所累积的这个善业，而可以希望对他去升起欢喜嘛？因为我们上次不是说，所谓的随喜是什么的一个东西？它是一种欢喜心嘛？对，自己的善业也好，对他人的善业也好，自己所造作也好，他人所造作也好，从内心感到一种欢喜。的这个来讲的话呢，哦，这个是可以使增长不断的增长嘛，因为有这个在随喜的话，不只是随喜里面有一个是可以说承办到顺缘，还有另外一方是说可以把所承办的顺缘可以让它不断的增长，而在最后面的这个回向呢，它是把说什么的话，它是可以把。他不是聪明，他在广论，他后面他说把所累积的
所进出的、所增长的这些善业呢，从小小的变成广大，增长为广大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好像是把一个我们所累积的这个善业的资金去投做一份投资，不要让它被倒汇啊，或者不要被它我们去浪费掉，看它是这个一方面。然后他说，他也不是因为暂时的果报产生的缘故而就被消灭嘛，因为我们回向呢，如果回向它是为无上的菩提，到最终的佛陀的果位来讲的话，乃至还没有成佛之前，还没有圆满功德之前的话呢，这个功德都不会消灭嘛，它不会被净除的缘故，所以呢，它不会因为在短暂的时间，它不会在短暂的时间，因为果报产生之后，它就没有能力了，或它变空壳子了，它是可以不断的在增长。所以广论在最后面来讲的话，它后面是不是说我们在这个来讲的话，以七支供养简单的来讲说，在累积善业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把先去累积嘛，累积顺缘，就是前面的五支，就是在礼敬、供养、劝请转法轮、请佛住持，跟随喜这边的话呢，它是在累积这一方面。净除是什么？是在忏悔这边是去净除障碍的，就净罪的。而后面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可以使它增长广大而不被消灭的话呢，就是回向的。它总摄来讲的话，我们分的话，它可以总摄在这个三个里面。嗯，你说，请说，请说，请说。这个是在七支供养嘛？是是可是如果单把随喜支拉出来的是。话，我们的心呢，是不是常常在随喜很多的事情，不论是善的或是恶的？是的，所以然我们后，善的当然那就你刚刚解释很清楚，但是对恶的部分，对他人所造恶呢，我们也去暗自开心，然后这样的随喜呢，这个业的部分。是不是也会，因为你刚刚讲说，如果你随喜之后，你回向的是无上菩提，那这个果就会一直在那边嘛。那当然，我们常做的坏事情是看到别人的那个恶，然后就啊，真是骂得好啊，然后内心就是随喜一下这样。然后，但我们并没有回向无上菩提嘛，我们就只是累积了一笔恶业，恶业上面记上了一笔。那这样子的一个随喜呢，这是一个心，这是一个现象。那另外一个现象是说，你看到别人造善，可是事实上你自己呢没有办法做到。比如说看到路上有个乞丐，然后看到人家去布施他，然后你自己的舍心是没有那么强大的，你还没有办法掏钱出来给他啊。那这时候你就开始觉得说，哎呀，这个人真是做得真是太好了，因为自己做不到嘛，然后就这个算是随喜吗？还是这只是算是一个，这是什么心态？不是就他，是哎，就是对，我们要，这有什么差就别？是应该要对随喜的理解是不太一样。就是我们所谓随喜，不是在嘴巴上说哦，我随喜你或者什么的话，真正的所谓的随喜的话是什么？是说在，因为在随喜来讲的话，我们还看到在普贤行愿品也好，或者在怎样讲，他有分说，不管是我有或者不分我有的，我所具有的，在供养也好，在随喜来讲也好，他不分说是我这是好像我读我不仅仅说做到，或者说我拥有的或我具备的，还是也好，或者是人家具备的，我做到也好，我人家做到也好，我自己去做也好，或者我请他人去做也好，如果从善的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真的从内心是所谓的随喜是什么？是从内心为他所造的这个的，不是为自己。而是说好像得到什么好处，而是说看到他这种的善业也好，或者他所做的功德也好，或者你看到美丽的也好，感到真正的欢喜，一个内心的这种所谓的一种欢喜的话，这就是所谓的随喜。不管你这嘴巴上有说
哦，我随喜这个人也好，我不随喜这个人也好，有这个内心的从内心升起一种，欢喜，真的从内心的欢喜，而不是说好像，我们欺骗人家啊，说好像说这，或者说比如说，就像刚刚举那个例子，我们看到一个无业游民，他没有办法，明明我有这个能力去做到，或者我不舍，我自己不舍得，可是我看人家去做，哦，我随喜他了。可是这个反而是自己，因为是自己有一个坚定的内心，只是我说我在嘴巴上说，哦，我学习到他这样做的功德，可是实际上有没有对他的这样子感到一份欢喜的话，我们去检测一下，应该是没有到真正的一个随喜的标准，他没有到欢喜的，是因为自己觉得说，哦，我不用去做到了，我没有我有我还有保持一种坚定的那个内心。真的是说，所谓的随喜到真的要到一个随喜的标准是什么？是，不管是说有些是为我自己也好，就是我比如说有些是，只是想为我自己得到一个下士的果报，就是种植它是为了下士道的益乐，而我觉得我只要因为了后世安乐，那我去随喜他人的也可以啊，这也符合到，或者只有到中士道益乐，我只想要为我自己得到解脱，我去随喜他也可以。他都有这个做到，可是是要真的从内心到有一道，为这件事情或者为这个东西而感到内心的欢喜。同样，当然我们现在是从善业来讲，就刚刚说的一样，从黑业、恶业来讲也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所以随喜的这个东西是两个，我们像我们讲说忏悔是它不是说它是一个，它是随他的，它是随他的，不一定是净罪。他也可以进，他把所累积的善业，也有可能因为所谓的忏悔而感到，就是把它忏悔掉这样子。因为所谓忏悔，他是随他的，他是随前面的意乐去改变的。他可以忏悔掉恶业，他也可以忏悔掉善业。善业怎么被忏掉？比如说，你悔恨到你以前所做的善，悔恨所谓善那样子。所谓的忏悔，它就是一个悔恨嘛，而不是恨，不是我们这个悔恨，不是说好像我恨他人，而是感到就是后悔了，或者悔，就是我们用悔恨，他悔恨到他之前所造作的这个行为这样子，所以有可能是因为之前所造的一份善业，可是因为以后的认知、错误的认知、错误的想法，而去悔恨到之前所做的这个的话呢？你反而是以前有可能累积到某些善法，然后之后把这个之前的全部消灭掉，也有可能那样子。他不是说好像我们，所以七支供养不是所有的就一定是累积善法，而只是他只说他是累积善法的方便嘛，他是累积善法的方便。可是你依这个能不能，比如说我在说哦，我做错误的供养啊，错误的礼敬啊，错误的忏悔啊，错误的随喜啊，都有可能吗？对。可能毁善。也有可能到毁善了，或者以此而累积恶业，也有可能吗？这样一天算下来的话，应该是亏本吧？所以嘛，所以不是，所以你，所以，所以你刚刚，我们还没上课之前，你不是说哦，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五指贪嗔痴来讲的话，因为你看，我们还不要谈往昔，我们说今生来讲的话，以我今生的时候，我所因贪嗔痴而造作的生与意的业。我是不自主的，我是很多是不是我可以经由我控制？像你刚刚觉得，而我所像我们这样子依这个标准去想的话，我一天所做下来的很多东西，是我不经意的去累积到了很多的恶业，或者我不刻意的去做了。但如果我今生是还没有办法有自主的话呢，那我们就要从往昔，它是从前后是怎么讲的？那有一个心事。心事的这个序流来讲的话呢，那同样我今生的心事，它不可能是依着不一样的因，不是不可能说好像从石头生出一个心事嘛，或一个树木生出一个心事嘛，它是一定要有另外一个它的顺缘的。我们所谓的在社会学以后会讲到有一个叫进取因嘛，哦，它只有跟它相同的同一个序流、同一个直流的这个东西可以去的话呢，那同样这个之前还要有另外一个心事去，
但如果这个心是在另外一切，不管我们是把它取名为前世也好，不取名为前世也好的话呢，实质上它就已经是另外一个我们佛教徒所用的名词，就是所谓的前世了，因为它就是以一个不同的一个好像一个时段而去做了。可是因为我现在是同样我不自足，在那个时段所同样的话，不会因为时间的缘故，我那时候是就自足的，那个时候也是一样的不自足，一样的有贪嗔痴，一样的所造出的恶业那样子。所以它是一种，所以前面是说往昔所造诸恶业，它的往昔的这个前面来讲呢，就是说要对心事的这个的直流，或这个心事的续流来讲的话，有一点点的来讲说，哦，有所谓的前后事，有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它不是硬要好像我们要背，要你背说，哦，就是有个前世，有一个后世。实际上来讲是什么？就是从怎么样去建立前后事呢？就是从心事的这个有心事这件事情，有心事的这个续流这件事情去说。但如果有心事的续流来讲的，可以来去证明的话呢，那我们才可以说出，哦，就像我现在的心，像我们刚刚提到说，它是不自主的，它是不断的在依着，因为我们这种贪嗔痴的而去左右，而造出说生与意的行为。所以今天我们刚刚在念藏文那一段的广论的话，它不是在做修的一个定义吗？所谓修是什么？说从无始以来，我们是没有自主于内心吗？他想要把自主权拉回来，想依着我们所想的而去观修，或者依此而去不断的在内心上去圆着一个境，不断的在内心串习的话呢，而这就是所谓的修嘛，把这个自主权拉回来，或把这个自主权依此自主权而拉回来，而从往昔的事变成我们很多的事是因为依着不自足不经意的而去造作的，都是这样子。所以后面广论他又提到说，不是他说哦，常常要是依福田力而才会依到说造，真正造到所谓的不是轮回的业吗？或者普遍的别的东西的话，不管是我们造到善业也好，恶业也好，或无忌的业也好，都是还是不断在这个轮回当中的业，只有偶尔几时依福田力而去得到一个说不是在流转在这个生死的业那样子。所以刚刚也是把几个问题合并在一起了。他所谓的往昔的话，主要是要从心事的续流去讲，和实际上来讲的话，的确我们为什么我说他所谓的如果依着后面看的话，像特别在菩提道次第广，他所谓什么，他是要说暇满人生之后是念死无常嘛，念死无常之后是业果嘛，业果什么等等这样下去的，他的目的就在这个地方嘛。哦，我所得到这个暇满人生是难得了，可是如果他是可以永恒的，可以长期的话，那就好，我不用太努力也没什么关系。可是他是短暂的嘛，他是你死何时来何时什么的话，我们都不确定的嘛。和如果死的话，那死也没什么好恐怖，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惊异的啊，这是毕竟的。我说我们再过个70年，或者不要说我们再过个80年，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都不会活得来，到早就过了80年之后，所有人都离开了。可是到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有没有自主？是没有自主吗？是依着业果，依着业而去做的。他依着业而去做的时候，那恐怖是什么呢？大部分的推死是会往三恶道去吗？所以后面就讲三恶趣苦了吗？他是一个连接下去的去思维的，是讲说因为这个就是他所谓的，我们不要说别的，我们在善业跟恶业的天平当中，或者一个好像自己的累积的时候，我们一天所造的普遍的起心动念反而应该是黑的多于白的，就是恶业是多于白业的。但如果是白业多于黑业，哦，那真的很好，那就慢慢把自主权拉回来了嘛。他是把自主权慢慢拉回来，变成说，哦，我白业的几率远远超乎到黑业的地方了。他不是以前常常讲那个
公案嘛，就是格西奔公家以前不是他说他去山洞修行嘛，山洞修行，他以前的说法的话，他没有别的算，他就是拿一个石头嘛，他拿石头来算，他起一个黑念的动机的话，他就丢到一边；如果有白念的动机，他丢到一边的时候，前几年的修法来讲的话，黑夜是远远多于他的白夜，或者胡思乱想的时候，他慢慢因为不断的在内心上的串习的修法的时候，他慢慢的黑夜慢慢减低，白夜的时刻多一点，还慢慢到一半的，还慢慢因为不断的串习，把内心它是这个内心的是什么，它是可以调整，它是可以塑造的时候，到最后它是什么？它是白夜的，以前像黑夜跟白夜的这样的差别，变成是白夜跟黑夜的差别，变成白夜的时，依着去思维或者可以控制内心的时刻，远远超乎于黑夜的这个时段呢。对。所以，你刚刚讲说自主权拉回来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自己内心心心相念的那个善念一直不断的增长的时候，你就是把你自己的自主权拉回来，是这个意思吗？我不能100%说是一定要是要善的念头，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后面不是他在广论或者后面来讲说一定要善的不一定，因为有些人说所谓的修，他可以修依着石头啊，依着树木啊，他观定嘛，三摩地啊，他可以依着很多不同东西他去观修。可是所谓的修是什么？是，使这个境，或者使我们东西不清晰的可以越来越清晰，或者我想要得到某一个功德，我还没得到的话，我把我内心以前的会散乱的这东西，我可以控制的，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把我内心去安住于这个境，或者想要得到这个，和它不断的在内心的串习的话，这是我们所谓的修，这个是所谓的修那样子。论上面只有应该是前面的部分。他说善所缘，对，所谓修者对，就是善所缘，这是指比较下士道的吗？它是指某一个例子，它是一个，好好好。它只是指说善的所缘嘛，它所谓善的所缘，比如说我们是善心啊、布施啊，这个它应该不是这个是所有修的标准，它是这个是一个事例，一个例子来讲。和我说为什么没有？因为这个在后面广论的，什么他那个地方。他不是说哦，以初学者最好的修是什么？是我们可以依着佛像来去修，因为什么？那是为了以后我们有很大的意趣嘛，很大的大意趣，说为了要得到佛陀的果位，然后我们去依修佛像。可是不如或者来讲外道的话，他也可以依着树木啊、石头啊、石子啊，或者等等而去修而得到，或者依着火啊。依着火而去得到定，也有这样子的方法，所以他这个我们不能否定说他是依着火而修到三摩地吗？和这个火本身应该不是所谓的善所缘的吗？不好意思，想，葛西亚好，啊，想稍微问一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刚才讲到我们毁善的时候会把善去忏悔掉，对。那就是说，有一种说法是，如果说可以有空正见的摄持的话，那这个善是不会被毁掉的。那这是第一，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好意思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有些我跟可能有些同学，包括我啦，就是第一天来上这堂课，然后不晓得这堂课的缘起跟我们这堂课大致上的内容，可不可以请科学家说明一下？谢谢。和一般我们讲说为什么，在所有的，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是说所有的在福德资粮的这个地方来讲的话，都有可能被烧毁掉。如果它以它本身来讲的话，因为它是不是在正对治的烦恼的东西，它只是依着一时的，或者比如说我们可以引生善果的能力来讲，我们分它为善。所以它有可能会被一些像我们不是在后面菩提次第广论后面，它比如说它是以一种嗔心，或者依着邪见，
或者依着毁谤，或者对自己的同行善友的这种谩骂的等等的心来讲的话，他都有可能把就是善业烧掉嘛。那他是说哦，火烧功德林嘛，不是他后面有取这种一些的词汇来讲的话，他的是因为什么的话，这种善业的话，这是说所谓的福德善业来讲的话，从他本身来讲的话，这些都有可能是被烧掉的。就他的我们后面的社会学也会讲到一点点的，他所谓的善业来讲的话，善跟恶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他能不能引申快乐，或他能不能引申痛苦。可是他能引申这个能力不代表说他一定会承办的，他有可能可以被断除的，有可能第二刹那是用称心的业去把善业烧掉，也有可能是因为善业把第一刹那的恶业停止掉，也有可能，都有可能的时候。可是为什么由空正见的摄持来讲的话是什么？因为它是被一个正对治这个所有一切的烦恼的来源的，它好像摄持住或者挡住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好像有个防火墙一样，哦，挡不进进不来。因为它是什么？它是因为依着正对治所有一切烦恼的根本的一个东西被摄持的时候，而这个它是没有办法清过来了，它已经有一道的这个东西说它是正对治了。所以同样，我们在以智慧的空正见来讲的话，以空正见所摄持住的这些福德来讲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去烧毁的。所以因为有些人在后面在中观的时候，他会说哦，好像有回向过的善业就不会被烧掉或什么来讲的话呢，那个在中大师的解释，在《日中观善贤密疏》里面，他说他不会，因为他说连菩萨的善业都有可能会被烧掉的时候，那菩萨的善业当然都有回向嘛，他都有回向。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是在我们在日中论当中的第三品，他要讲到说称心的过患，在讲称心的过患嘛。因为我们讲说他是依着十地跟十波罗蜜而去分出日中论，会分出十品嘛，所以第一个他就是说布施的胜利嘛，持戒的胜利。第三个是忍辱的胜利嘛，所以他就会因为要讲到忍辱的胜利，他就会讲到忍辱的相反，就是称心的过患。和称心的过患，他就会讲到说什么，就是说哦，比如说以下品的菩萨对上品的菩萨的称心的过患，或者上品的菩萨对下品的菩萨如果升起称心的过患，同等位的升起，或者说菩萨对还没有当菩萨的，或者还没升起菩提心的人，像我这样的凡夫，如果对菩萨升起的，或者两者的话，他会有分出这个六种差别去讲的话，都有说有上品的菩萨对下品菩萨升起称心的话，也会烧毁功德；下品的菩萨对上品菩萨升起称心，也会烧毁功德的话呢，都有这种可能的话呢，那这些菩萨来讲，他们当然都会做回向嘛，那样子那他的功德都会烧毁的话，但可是一般我们来讲说哦，乃至有回向不会被烧毁，什么是说哦？如果回向的善业，他如果感果的话呢，哦，乃至到未成菩提之前，他不会消灭掉吗？就是我已经回向的这个善业，回向到无上菩提这个东西感果之后，他感到一个果报的话呢，乃至到无上菩提之后，他没办法烧毁，而不是说仅仅是说，如果把这个善业回向到无上菩提的话，他就不会被烧毁掉了。唯有这个善业，它可以不要被烧毁，或者它不会被去除，或者不会被影响的话，是什么？是依着所谓的空性的见解的摄持。那这个原因为何呢？因为空正见是根治所有一切的烦恼。不只是诚心，是一切的这些可以烧毁，或者有这种能力来消灭，善业的或者能伤害的话呢，它是根治根部的对治来讲的话呢，它是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原因，这个任何的恶业或者从那反方向，它没办法毁坏的，这就是这个它这个原因在这边。但第二个问题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一堂课的话？因为我们很多别的课来讲的话，他很多是在讲说，就是只有见解上面的，
比较说是以见地上哦，去最佛法的见解上，可是他我们不能遗忘掉或者忽略掉说所谓的佛法它是双边的，它不是只有见的，它是也有行的，有修的。所以上次我们说有人说那佛法可以总摄在什么的话，我们一般简单来讲就是说佛法的行为上面所谓的无害行，见解上面是缘起性空见，所以是要这两个的并行的时候。和很多的别的课程它是在见解上面培养智慧的，可是智慧的很高深，如果行为上没做的话，那也就是好像只是做一种研究而已，或者只是把智慧的增长。所以这一堂课的主要的目的或者主要的那时候想法是什么，是我们是并行的去做的时候，不仅仅是所以在佛法上面的见解上面可以不断提升，在佛法上的修持，内心上的一个修持，把如何依着我们所学的见解，所如何学的这种的理路，哦，不只是在一种思辨思维智慧这方面，而把这个智慧应用在自己上面一方面的行持上面，跟调伏内心的，跟如何去改变内心这方面，所以它是两者这个并行，是设这两堂课的目的这样子。刚刚听你这样讲的话，觉得好像烧得比较快。嗯，就是火烧功德林的部分应该做得比较快。那如果烧完之后烧光光了之后怎么办？就堕到三恶去吗？不会不会，它那就是因为它是一直一个天平嘛。火烧功德林，它是因为你不可能说我们没有一个人的所有的善根都被烧掉，可是它可以把说很多的。我们累积的很多很多善业，很多人就会，比如说我碰到很多的人家问说，比如说哦，我造了一生的善业啊，我造了这么多好事情啊，为什么我今生还会得到一些不如意的果报吗？或者我说什么，好像是一种，好像很不平衡，好像说我一直在做功德，我一直在做功德，可是怎么好像那种不吉祥的事情怎么会发生？我在我家庭上面也好，或者我在家的话。可是这个就有两个问题嘛，这个是一个是说，我们这个变成我们的眼光也就太小了，他好像觉得说我所造的一切的这个东西是现世报，他就是说好像变成一种讨价还价了，好像说哦我这样子做到这样子的话，我要马上看到一个成果，或者我们马上，他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嘛，我们看到的一般所谓的业果来讲是什么，是除非你到极大的恶业或者极大的善业要现世报的话，不太会有一般不是现世报的业，他要到现世报的业是什么，是要到极善啊极恶的这种东西，它才会是一种现世报的。所以可是火烧功德林来讲的话，它不是说你把所有的一切善业的做，可是很多是它是比如说可能说，因为我们是讲说时间上来讲，我们刚刚说往昔的话，它可以，就像如果我们以佛法的说法来讲的话，我们是从无始以来，我们找不出一个开始。你要说这个心是有没有一个终吗？哦，从轮回当然可以说是有一个，我们个人的轮回要一个终。可是要完全心是不存在，好像就是停止的话，也没有这样子，它是一直延续下去的时候呢，它也是这样，所以。他不会说好像说我一次烧把所有一切的善业都烧掉了，他没不会有这样子，特别是应该就是比较说这样子，以比如说是以普照次第广论或者中观的见解来讲的话，他还是每个人都一定有一个善根，每个人一定有成佛的种性，他有这样。当然有些就像你说的，有些人就是说佛教的概念，就像你刚刚好像说的，就是说他断除善根的，永远就在轮回当中，他就是他没有善根，就是因为他做了太多恶业了，这样子。有一脉的以前的中义师，或有一脉的想法是这样子。可是在一般的大圣的，或者说一切众生有种性可以成佛的话，他可以可能烧到很多劫的功德可能烧掉，可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还是有那个功德存在。就像
好，我有可能名字不是很具体，我把这个公案跟大家讲吧。我原来讲说，阿罗汉就小乘阿罗汉跟佛的功德还是有一种差别嘛，因为有四种无明，小乘阿罗汉有四种的无明，有时间啊、本质啊，或者因果啊等等，它有四种的无明是还没有断除，但其中一个的无明是什么的话？我们不是说就是以智慧第一的舍利佛还不如佛陀吗？他们不是说我如果没有记错名字的话，应该是乔成儒嘛，最后一个要就是请佛出家的嘛。他那时候佛陀已经在娑罗双树间的时候，乔成儒应该是算很年长，应该有80多岁。他就说哦，要请佛出家，佛陀说那你去找舍利佛，找舍利佛。他因为佛找舍利佛，舍利佛是去看的时候，他是，没有，他认为他没有善根，他是没有办法在今生得阿罗汉的善根，所以他说你没有善根，你年纪又这么大的话，你不要出家了，你回家好了，那你没有这个善根可以。和乔成儒就很伤心的又去娑罗双树去找佛陀嘛，他说那佛陀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这么的悲伤啊，或者这么的沮丧是什么？他说，那个舍利佛。说我没有善根啊，叫我滚回去了，这样子就好像说没有，他都佛陀就说，好像说那没关系，那我帮你剃度嘛，我让你出家，和佛陀剃度，让他宣说法，他马上得到四果嘛，就得到阿罗汉的果位。和之后这个是什么的话，那个我们他说什么？哦，这就是在以时间上的太遥远的这种功德来讲的话，这是连小乘阿罗汉都看不到。和那是什么呢？我们不是一般来讲说。绕佛为什么绕塔？还有他的功德，因为那个时候乔成儒是身为一个昆虫嘛，他掉到一个树叶上，他因为有洪水的缘故，然后他把那个树叶这样子吹过这样的塔绕塔这样一次的，所以累积的善根到这个无量劫之后，可以得到在释迦佛陀的座下出家，得到阿罗汉的果位。可是因为这个所累积的善根的时间太久远。和这个善根太渺小的话呢，纵使是智慧第一的，舍利佛来讲，他也看不到的。所以这是在我们在阿毗达摩面当中有提到说，小乘阿罗汉跟佛陀的功德的差别来讲，也什么？所以再怎么样的话，再遥远的话，我是为什么要提说，他不会把所有的一切的善根好像从磨灭掉，因为我们从无始以来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不会说无始以来的。善业都消除掉，可它的恐怖是什么？是，黑夜累积的机会多嘛？和我们有可能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德，累积了很多很多福报，可是因为一念的嗔心或一念的什么，它会把这个东西烧毁掉，它是这种恐怖。可是同样不代表是说黑夜它就没办法忏悔掉。如果因为正确的忏悔、正确的善业。正确的想法，他也可以把善业，也可以把黑夜，也可以消除掉，也是一样的，它是一样的做法。可是因为我们往往是习惯是去随着黑夜去把功德烧毁了。刚刚前面也有回答他第一个问题，那个空正见是不是？对。对，那个是不是在指？四力忏悔里面的对治力里面讲的那个部分，因为四力忏悔里面讲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圣解空性，是，那一句话我就听不懂。是，这个是最好的对治力当中，最好的对治力当中是什么？就是，他不是说有很多吗？比如说，念百字明啊，诵般若经啊，拜三十五佛忏啊，和可是应该是说最好是什么？是圣解空性或意。还有这个圣解空性意是什么的话，最好当然是现证。我们所谓现证，就是它不用推理的。就像你现在可以看到我一样，这么清楚一样哦。我们了解空性、现证空性的话，最好的正对治的方法是现证空性的智慧。但如果没有的话，那至少是用比量推理出来所了解的这个空性的话，也是一种忏悔的很好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依着这个空性的智慧，唯有透由依靠空性的这种的智慧，所谓的空正见的意思就是说，
了解空性的这个见解吗？了解空性，我们上次也好像以前这之前我们在介绍四谛忏悔的时候，空正见它可以分两种，一种空正见是讲说什么是对空性的境上的见解，就是哦空性的道理了，这是境上的见解。和有时候我们用空正见是什么有境上的见解，有境上的就是这个心识这个意识去了知空性的这个见解。和这边来讲所谓的对治力最好的时候，不是讲空性的道理，因为空性的道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已经具有了，我们本来这个是无自性啊，这个东西是无自性，它本来就具备了，这个没有什么稀奇。而真正的对知是什么？是了知，我们自己去了知，透知的去了解空正见空性的这个空了解空性的这个智慧的话，真正和为什么它是最重要的话，因为唯有透由这个空正见，才可以把根治或者断除所有一切的烦恼。别的话，它是有可能是修掉某一些之分啊，修到某一些的来讲，真正是正对治，可以挖除，可以从根绝掉这一切的烦恼的话，唯有透由空正见的智慧。所以他就说嘛，在四百论圣贤菩萨他说哦，无二没有第二个极境之门嘛，哦，只有一个极境之门是什么？是透由了解无我慧的这种那样子，就只有这一个门啊。那如果这样听起来的话，感觉是令我沮丧的啊，因为我并没有了解圣解空性啊，我连空性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所以那这样我在忏悔的时候就非常沮丧啦。那这一点我应该是没有吧？那这样的话，不是，所以他这个他是说什么圣解的话，那你忍者要忏悔的话，那就要迈向说去了解空性的智慧啊，或者你看他诵般若经的意趣什么是什么，就是去了解般若经的智慧吗？他一切都是真正我说可以般若经可以去忏悔的力量，不是说因为我诵了佛陀的文字，好像佛陀我诵般若经比我诵地藏经，或我诵般若经比我诵阿弥陀经更为殊胜呢？没有啊，这个佛所说的是一样的嘛。这个如果只是诵文字来讲的话，或者听佛所说的来讲，都是佛说的。那有为什么会说哦般若经？因为般若经所诠释的这个意思吗？般若经所诠释的意思是什么？它诠释是在讲空性的道理，它所以依着般若经才是真正的。所以为什么它这好像是两者的一个配合的？就是你透由学习了解，透由学习般若经的经典去了解空性的见解啊，它是要配合，这个才是有所谓的在四谛忏悔所谓真正的对治理啊。所以诵经不代表了解，我不代对吧？如果是我啦，因为对啊，不然我般若经诵这么多年，然后我也搞不清楚他到底在讲什么，我也没有什么智慧。我不敢说你们啦，或者说我啦，我来用我的例子来讲的话，我说诵经跟了解还差得蛮远的，真的。我说对对对，所以这个才是卡点。卡点就是诵般若经，你说般若经是那个了解空性，就是我没有说是了解什么，要不然是什么了解空性智慧的方便吗？它是在诠释空性的道理吗？对，可是诵来诵去不懂啊。所以啊，就是一定要学习啊，这就是学习的目的。所谓的学习是指要有人解释般若经吗？或者你要从，就像你看嘛，广论的最前面不是说这个一切都是在解释般若经的方便吗？那你要看般若经，你没办法了解的话，那你先从注解嘛，先从注解去了解，从注解去了解的时候，你再回去去跳回去了解般若经的道理啊。我说如果注，所以为什么他就说嘛，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根器不足，才会找到说，像后面有慈氏菩萨所造的现光庄严论，跟龙树菩萨所造的理具六论。但这个来讲，对我们现在来讲有一点难的话，还有很多祖师大德嘛，还有很多祖师大德的话还看不懂，就是为什么要有自己的老师来解释吗？可是我们说，当然不是以自己的老师所解释的为主，是自己的老师好像开启那一扇的门，那个钥匙，让你可以去了解到说，哦，注解，
和了解这个注解，可以去看会去看龙树菩萨跟慈氏弥勒菩萨的著作，和再了解这样子，再回去再看之后，哦，佛陀真正的所说的这样子，它是连贯性，它是没有差别的，它只是一个做一个解释，一个做一个解释，它是一个好像串联下来的这样子。不好意思啊，那个。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而且我刚学的时候对这部分有很错误的见解，所以我想要趁这个机会很好提出来，就是因为一般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好像下广论的下中上师道读完以后，好像就可以读懂毗婆舍那了，可是应该不是这样，而是毗婆舍那他前面有所谓的刚才法格西所讲的龙树菩萨的见解，然后或者说有父子三尊的见解，还有比如说前面一些四部中义还有色类学的见解，这些是不是一步一步要上去的？想要请益一下这个部分。我觉得它是大家有一些很错误的概念，就是说学习的次第跟在内心上所升起来的次第是有做一个有一种错误的理解，或者有一种错误的概念。他在以升起来的心绪升起来的次第的话，就像菩提次第广论这样子所讲的，是先由共下师道，再升起共中师道，再升起上师道，再进入金刚身。他是这样子升起来的。和这边来讲的话，他讲的话有时候是真的来讲的话，他提到空正见的时候，他已经在中士道就已经有提到，在四谛十六形象的时候就提到空正见了，和在升起就是六度四摄的般若这个地方也有提到空正见，和他后面的毗婆舍那跟声闻他是别的，还是说什么是辅助的再去加深的？因为空正见的道理是非常的困难或者非常的深奥，所以他是别的宣说。所以真的来讲的话，在中大师的他的日中论善显密一书里面来讲的话，很多的立根的行者来讲的话呢，他是先有空正见，才再有出离心，才再有菩提心，他是以这样子的升起的方法，而不是好像说哦，我先有出离心，再有菩提心，再有空正见的，他不是这样子。可是菩提次第广论这边为什么会别宣说说定跟后面就是圣摩他跟毗婆舍那的，就是止观的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是别宣说，它是不是说好像在菩提心之前它没有升起，而是说它为了使这个菩提心更坚固，有这个空正见的摄持，它在别去宣说，更深奥的或者最艰涩的或者难的这个的空性道理而去别宣说了，而。可是在学习上面来讲的话呢，他不是好像说哦，我一定要先学通达，好像共下师道，我通达了共中师道，我才可以去学，我才可以修菩提心，我才可以去学，我才可以修空正见，或者好像说我内心当中没有升起菩提心之前，我不能去学习，我不能去修空正见，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的想法了。学习跟在内心上升起来的话，这是完全是两码子的事情，那样子，这是截然的是不同的。应该是说，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要串习空正见，一开始就要串习菩提心了，而不是说哦，我已经我升起了某一种下士道之后，或者我升起了共下士道，我升起了中士道，我刚升起共中士道，我才去开始修学菩提心，这是错误的想法，那样子。好，那个，这样说的话，就是学习还是要继续学习。虽然你内心的层次的那个没有到达那个地步，但是你的下士、中士、下士、中士、上士道整体的那个部分还是要继续学习。当然了。好，那第二个就是，就算你般若经再怎么念也念不懂，你还是要继续诵经。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办法体会到里面的意涵。然后呢？但是你就像是说，比如说你拜佛的时候，你还没有真的很如实的去礼敬三宝，我说内心的部分。但是你每天的那个定课还是要做。一开始，这是比喻啦。没有很多来讲的话，
一方面是先从串习，从串习去做，可是他要了解说他串习的目的，或者他真正的串习的方向，或者他的最终究的串习是什么？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会很多人会错误的理解或者错误的了解想法，好像说哦，我因为送波若经，我就灭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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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或者因为我拜了三十五佛忏，我就已经灭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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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可是他有忽略掉了这个后面真正的他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他不是说因为，我礼三十五佛比我礼一尊佛的功德更伟大，或者好像我为什么我不拜千佛？我为什么不拜贤劫千佛？我一定要拜三十五佛？或者我说什么？而是说他要了解他最主要有灭罪的功德，或者他有灭罪的这种的功效，或者为什么他会有特别来讲的话？是他后面所代表的道理，或者他代表的内涵，就像我们刚刚讲，波若经，不是因为诵波若经他就可以灭掉，就开智慧，对，就可以开智慧，就可以灭到功德。他不是说因为你学习，或者你就诵过去。我说难听一点的，像我这样根器的人，我在诵波若经诵一亿年，我不去学习的话，我说对不起，你还是不会升起空正见的智慧啊。这个我可以说我把那个波若经全部送烂了，这每一个页都已经翻烂的话，不代表说我会升起智慧啊，这个不是他真正的升起智慧的原因嘛。所以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的努力，我说要学中义啊，学理路啊，学逻辑的话，是什么？是把波若经的内涵的方法，他套用一个方法去在内心升起来嘛。而或者我说你直接送，我说不要说别的，我说从小我们送了很多，或者我们不要说，你比如说你拿一个食谱，你去送一百年，你没有去实际上操作的话，你送了一百年之后，你一定就会做菜吗？那不一定嘛，这样子，对不对？我说你拿任何的食谱，你这样一直送，一直送，他就你就到最后你会送，你就一定会做菜，你不能这样说嘛，对不对？再好的食谱啊。或者我说比如说我们说《本草纲目》，你去看了，你送，你送一百年，你就会医学吗？也不一定嘛，这样子不一定，也就是说百分之百不会吗？那我也不能否认说一定不会吗？可是那个的机会是非常非常的渺小吗？对，我说那样子的机缘，你这样直接送，而它实际上什么是透由背诵，透由反复的诵。那比如说刚刚我们说本草纲目，你去行医拔脉开药看人家配方等等方便的话，你才这个还变成一种知道医学吗？医术吗？同样我们诵经典也好，诵论典也好，它是把那个智慧，那个文字的智慧，至少我需要应用的时候，我可以意念起吗？我可以意念起这个东西，看我在套用我现在学习的这种架构，真实的去应用，真的真实去做的时候才做得出来啊。所以也回到我们刚刚问题，那为什么要讲像这个广论的或修心的课程来讲，很多是智慧的方面来讲，可是我们说实际要应用的时候，好像又有一点实际上的应用的问题，或者怎么样应用我们不懂。所以这个是讲说，那我们把智慧的方面也教，和这个智慧的方面到实际上要应用的时候怎么样去应用也可以套得进去的话，它这个就是有一种好像平衡或者比较容易的让人家去理解。对，所以你要说诵经一定不会生智慧，也不能这样说嘛。可是你说一定要生智慧，我也没办法这样讲啊。或者我说诵经跟升起智慧来讲，应该是四句行嘛，这样子，对不对？对啊，对啊，对。但是做一个总结的话，应该是说，就世间的角度来讲，也不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媳妇什么久了就熬成婆，不是嘛？对不对？就学习佛法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也不是诵了好几年的波若经之后，然后你就可能到七十岁诵了五十年波若经，然后你就开智慧，你就熬成婆，不是这个意思嘛？对，这是不成立的。我说不一定，不能说不能，不一定嘛，这是不一定，因为也不能否定到说一定不是啊，不一定啊，
不一定。有些人这个不一定讲的实在太暧昧了，不一定、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偷心的部分，凡夫偷心的部分非常的强烈，就是对，可以偷工减料就可以偷工减料，可以。对对对对，所以你这个不一定下的时候，我就会想说，那这样我送送般若经，还是去送送般若经吧。对对，因为我不能否定嘛，因为如果我否定掉的话，我不负责任，我不能否定说有可能有可能依这个方便，因为我不能断定这个嘛，因为我不能断定说不没有这个方便，有啊，有这个方便，可是它是微乎其微的，我可以说这样，这个是。以我这样的根器的人，不要说你们哦，以我这样根器的人，我这样送的话，我知道我是不可能升起智慧的。以我。所以刚刚你讲四句行是指诵经跟开智慧，对啊，两者是什么关系？四句行，四句啊、拜忏跟灭罪，四句行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啊哦对啊。这样要考虑一下，到底还不要继续拜忏或诵经？啊、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是？我怎么知道我这次诵经是站在四句行里面的那个？不是、啊，所以对对对，这个东西是有点问题。所以你就不能从被动的角度，而那你为什么不要说？那我为什么把我自己挪到或者想办法把它变成到两者皆是的那个位置啊？对不对？你因为现在你又掉到一边了，你就说哦，如果诵经。不一定就可以升起智慧的话呢，那我这个完全否定。可是我没有完全否定啊，你没有完全否定啊，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举例另外一个我们世间例子，比如说你问我说，那像我上次扭伤到腰嘛，大家还记得吗？对，我说你贴狗皮药膏跟把我这个扭到腰会不会治疗的话，我会说这个是四句行啊，贴狗皮药膏跟治好我的。我治好腰部的这个闪到的话是四句行嘛，对吧？有可能是有些人贴果皮药膏对他闪到腰一点帮助也没有吗？有没有？有啊，有那很多啊，那个果皮药膏不正确的果皮药膏有很多吗？和有些人是不是没有贴果皮药膏闪到腰也可以好？有啊，太多了嘛，就是时间啊，吃那个比如说肌肉松弛剂啊什么什么也有啊。可是比如说有没有又是依着贴果皮药膏，又吃肌肉松弛剂，马上好的也有可能、啊，两者皆快，它更快的好啊，也有啊。他有没有有一个又没有也没闪到腰，也没吃贴果皮，也有啊。就是比如大家也没有在也没闪到腰啊，也没有贴果皮药膏啊，那就好好的啊。可是你看哦，可是你不能否定掉说有果皮药膏的功效啊，果皮药膏对。我来讲，有可能我一个某些状况对我来讲的时候没有功效的时候，不代表是那个狗皮药膏不对哦，是有可能我贴的不对啊，有可能我要贴到手上我就贴到我腰这边，对不对？或者我说我要贴到某个部位我没有贴到了，刚好要做到我没做，因为是我没做到，我没有是我不是狗皮药膏本身不好，是因为我的具身缘没有做到好。我应该跳到正确的地方，我没跳到正确的地方，我偏差了，所以它的果皮药膏的功效没有做到。可是你不能否定掉说果皮药膏是不好啊。可是有用的例子说，哦，贴果皮药膏对闪到腰一点帮助没有？有啊，就是我有可能是我那时候贴的不正确，或贴的不正，那就是贴了果皮药膏对闪到腰没有帮助的，也有啊。而是应该想要说，那我如何去把，如果这个是有这个方法可以做到的话，符合到这两个方法皆符合嘛？就是哦，又可以符合到果皮药膏也有帮助，也可以把闪到腰两个结合到，那是最好的方法了吗？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说哦，我不能否定掉这个，这是一种方法，不能否定，或它是一种助缘，这都不能否定掉啊。或者我们会对，或者我们很容易堕入一边，就好像说哦，这个没有的话，或者我在暂时没有的话，那我就不要了那样子，这也太过了那样子。好，我们差不多到了，好，差不多好，那先回向，我们休息一下。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
是是，常行菩萨道。